马沙哥，马沙哥，耶！做いただきました。日本人来台南的鸡爪屋。鸡爪屋で。因为一件花色一件的关系，所以我待会分好的尺寸，你可以一件一件拿下来进行。好，那我们有喜欢的花色，那可以看800的，还有它会每个三区都会放这样子。然后你把台南的就是这个风味、这个古城这个东西介绍出去，因为大家都觉得台南就是不能来玩三天两夜，大家都会觉得台南就是来吃吃东西啊，最多两天一夜啊，不然就是去垦丁的时候路过。希望说，其实你们来可以看一下说这些已经在蜘蛛丝的古迹啊。是没错，你讲的没有错。那其实台南它其实虽然我们是台湾古迹密度最高的城市，对，没错。那可是我觉得延伸的是周边这些很有特色年轻人出来开的小店。对啊。那其实用这样的方式是让你们看到，在台南的生活步调是什么样的感觉，真的需要多停留一点点时间。而且像现在，我觉得观光客、国外观光客越来越多。可是台南真的不吃亏，因为台南就是像小百合这种爱台湾的，对啊，台南真的外国人其实他们首选一定就是台高雄这种大众交通方便的城市。我超喜欢的，可是现在有机车，我觉得很方便，而且又可以机租那个摩托车的话，我觉得。你是像外国人不会骑摩托车？对啊。可是 T bike 就是它可能适合的是喜欢运动的客人，它还要一大包小包，装又会对啦，也是。这边是你的尺寸，它尺寸是有的。那你可以试穿之后，如果你觉得真的不修身，穿起来就是让你更显胖，那就算了。然后再去玩。先试这一件，因为尺寸剩不多。就像我们平常在穿裤子的方向一样，就是把领子已经拉到底，然后从下面套上来。那里面如果你有背心跟安全裤，都脱掉，然后有内衣跟内裤。好。耶。你哪一个比较喜欢的？我不知道哎，我还在，我好想看那个800的，可以吗？也是，好了解。黑色其实会蛮修饰啊。然后我们，你如果觉得衣服太暗，我们可以像搭这样子的扇子，它可以就是拿来遮肚子啊，还是拿来遮肚子，这样手臂自然离开身体用的。那个大拇指那边，你会先走吗？闹事的，闹事的。哎。你用那个，拿那个吗？对。那个颜色很好哎，对啊，对啊，漂亮。可是这件太招摇，太我要下去。我也要准备喽，待会见喽，耶！你选好这一件了吗？哎，我还在想。我觉得这件很适合你啊，那你不要再看看啊。啊。什么意思？男朋友比较难挑，是情侣。谁比较难挑？谁比较难挑？好难哦！不会的啦，就会的，好难哦。这件你有穿过吗？那个应该不同的颜色，但是我穿过类似的一种。这件也好看，这件也好看。对，这个也不错。因为我觉得胸部这边有开，还蛮好看的。因为这个OK 吗？老师可以吗？可以。你比比看，两件。
我觉得你要，你上次穿什么颜色？白色跟白色跟红色。对，那我觉得这次要穿这个颜色，哎，不要穿一样，就是红色系的，你觉得呢？这个是 OK 了吧？哎，那个因为今天先看看这个。对啊，我觉得那一件不错，哎。我觉得你也可以试这件，这件你哦，那件也不错看，哦，这件蛮好看的。对啊，你试试看好了。好，那决定喽，进去试喽。要不下喽？好，拜拜。还没五分钟，还没到五点。他正在梳头 ，Libby 正在梳头。啊，漂亮，好好看哦。简单啊。对啊。好看，因为头发太短吗？对，太短。可是至少前面让它看起来头发是干净。我觉得就是拍侧面，然后看往前直视的感觉，这样子很好看。耶！赞！啊，好好看的，转一圈，转一圈，转一圈。是体内。转一圈，转一圈，转一圈，转一圈。哎，看起来音效。太夸张，太音乐。不错，这个也不错，这个不错，可以再试。OK， 再试看。这个蛮漂亮的。好，那一件会更特别。嗯，好啊。噔噔，看。我没看，没有，还没看，还没看，还没看。哦，啊，这个也不一样哎，不太一样的感觉。不太一样，不太一样。那你喜欢哪一个？好啊，难选，很难选，难选。这个也不错呢，就比较不太一样。再犹豫一下，好难做。你上次穿的跟这个类似吗？对对对，那个色彩的感觉是，色彩的感觉是应该类似的吧？对，跟这个版型比较像，上次跟这个的版型。对，那你现在身上这件它是比较传统一点的版型，传统一点，这个吗？它的版型是比较传统，比较窄吗？对，还是扣子，还是跟以前来穿的哦，这边啊，对对对对，身上这种都是比较改良版型，可能就不过做这边是比较传统的感觉，对对对，他说扣子这边，对，好难选哦，那应该这个吧。对啊，因为上次你穿类似这种的吧？对，这样。我选这个。好， okay. 你选这个气势不会输给他。I'm ready。现在帮我梳头，等一下我就可以就是整妆了。嗯 ，elegance。就是大太太要去逛老街，我们是不舍得逛老街。那出租的话。这么喜欢台湾，对啊，我喜欢台湾，哎，真的吗？谢谢，很感人，我也超喜欢台湾，来，我超喜欢台湾的环境，嗯，对，台湾人真的非常温柔，对，真的吗？然后我的，你看我的中文没有那么好，我觉得你中文很好，是你有学到我们的口语，对，你在发讯息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因为小百合的，因为你就不是人家正常在教那种文法，很死板板那种感觉，你是有口语在里面，就最紧张是台湾人，台湾人啊，一定是台湾人，很厉害，超强。台湾人是那个吗？台语吗？我是日本人啊，我是日本人，你竟然会讲这个？我不要问台语。哎呀，你安尼已经讲两句啊，足够啊！跳步，太难了。在台南，如果会讲台语的话，买菜会便宜一半。真的吗？乱讲的啦。哈哈哈哈哈！不好，谢谢。OK， 好的。今天还是耶。这是我们怎么样？哇，すごい！多少时间？ちょっといいんじゃない？いい感じ。自分ではできないので。今天我一直听很多台语，sorry 啦，很好笑，很有趣。哎 ，Libby 呢？啊有。哎，你看，天气很好哎。Oh my god！ 我朋友找到那个真的摄影师，赶快自己介绍一下，他在做那个 YouTube 的那个 vlog 的那个。对对对 ，Hello， 对对对，嗨，谢谢你帮我们，谢谢。Kate 找到真的专门的摄影师，哇，好厉害哦！
他下礼拜去日本玩，好可惜，那个是不是东京？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你稍微在灯下面亮一点的地方会，应该会更好。哇，好厉害哦！这里吗？这个厉害。哎，这个，哎，我觉得你还蛮会摆 pose 的。对呀，对呀，我们也都知道。很爱自拍的，好笑。哎，他真的很会拍耶，这不是我在说的。他超会拍的，吼，嗯，啊对，对，然后你怎么拍？诶，结果，他帮我们一起去拍照，真的 Kate 真的厉害，好厉害哦。应该他对他去哪在哪里那个他在哪里都 OK， 先后没有问题的感觉。好，没念日本語で。結局 Kate がそこら辺で歩いてる人を見つけまして、写真撮ってくださいって言ったら、本気で写真家をしている人でした。本物のプロに一緒に移動してもらって撮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のなんかこの不思議な状況でございます。嗨，谢谢你，拜拜。真的正面，真的很好。哇，自拍拍照很好玩呢。我以前都以为日本的女生是很内向，然后比较害羞。我也是啊。真的吗？你说你也是吗？我也是啊。你可能不太了解自己。然后你是我看过，我觉得很活泼的日本女生，活泼的日本女生，很好相处，很活泼耶。有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我喜欢的那个我喜欢的男生，如果喜欢比较安静一点的那个比较，就比较喜欢他。其他喜欢活泼的女生的，是不是？刚来台湾第几年了？快到两年半吧。才两年半而已，就已经这么融入台湾了。是吗？哪有？因为我看那个。有些台湾 TV 的时候，有些看到那个日本人或者是外国人，然后他们讲的中文感觉是非常自然，然后呢可以讲开玩笑，因为我有时候因为不太了解这个台湾那个开玩笑时候的那个开玩笑的背景是什么样的东西，我懂，因为台湾有一些字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意思，所以可能大家有时候可能开一些谐音的玩笑啊，或者是现在的时事，可能会比较问到。不久现在应该很 OK 吧？厉害。最近大家常在讲的，就大家都很爱讲一些很无聊的笑话，蛮想听懂就跟着笑的。但是这个是太危险，因为我随便笑哈，你听得懂吗？就说你的表情好笑。对啊，可爱。可以啦，再给自己一点时间啊。感觉你应该是要继续住下去哦。是吗？人家啊，可以啊，可以啊，还可以啊，因为为了我的脸小一点，我很努力。然后你会开玩笑啊，超棒的，真可爱。因为我来台湾之后先学，你很机车呢，不是他不是我的菜。什么？谁教你的？你教什么？我自己看 YouTube 学哦。好可爱。然后哪有？地啦，对啊。台湾人最常讲的，对。